大家好，这是布朗典当行。布朗典当行有53年的历史了，我们有很好的信誉。所谓典当呢，简单的来说就是买和卖。买呢，我给你讲一下买，就是说你认为你家里有些东西啊，有些价值，有些收藏价值啊，比如说名表、钻石啊、黄金首饰呀、啊，还有一些工具啊、电脑啊，你认为你不再用了，然后你想处理掉，你可以卖给我们，我们会给你的比较叫你满意的价格。如果你觉得可以，这个价格可以的话，你可以直接卖给我们。如果你想继续保留这些东西呢，你可以当给我们，当给我们会保持4个月。4个月的话，你直接付利息就可以把东西拿走。这是买。卖呢，当然我们也有些可以，就是一些卖东西，就是说，客人当给我们东西过期啦，然后我们就拿出来放到柜台里进行卖。这些卖东西呢，也有一些就是大体上就是各种各样的乐器啊、电脑啊。纯金的东西 ，K 金的东西啊，我的意思是黄金首饰这样的，还有一些欧米伽表啊，还有一些劳力士表啊，这就是我们所卖的东西，大家放心来买东西吧，因为我们的东西都已经保证的，谢谢大家观看。